我悟到了，以后打这个专精项羽，直接掏司空证。吃血包，你小子！司空证打你项羽不给你压死，被动 A 掉。来军训，一个兵不想吃今天。今天一个兵不想吃。收到。知道我有多克了吗？开始撤退。知道我有多克多克这个项羽了吗？以后打项羽直接掏司空证，老夫子打他还难受，手短。发起进攻。司空证克制项羽是因为他二技能能让项羽顶歪，知道吧？大也能大歪。他的二技能又非常短，你知道吗？那二技能随便用，他顶过来的时候，你一个二技能他要顶反了。他大的时候，你二技能可能也好像也可以让他改变，而且你位移又多，很容易躲到他后面。然后专业项羽他前期很脆，3000的血多一点。你直接卡他线一直 A 他，他根本吃不消，他不能顶着你伤害强二，知道吧？他会送一血。